你收你老母咩？我在香港打车，司机绕路还骂人，我报了警，最后却付了全部的车费。事情是怎么回事呢？日前有从内地来香港工作的女仔拍片，表示话遇到的士司机兜路同埋闹人，于是就报警处理。佢指警方到场了解事件之后，表示司机闹人并冇犯法，而且要求佢先支付全数嘅车资，包括等候警方到场处理期间嘅车费，之后再向交通部门投诉。女仔明言对结果十分唔理解，但亦都无可奈何。佢又喺片中建议内地游客，来香港搭的士的时候可以先跟司机洽商路线，又说如果司机闹人那就闹回头，怎样开心怎样闹，